长陈其迈跟上挡泥板风潮，亲自装上黄杰挡泥板，戴着安全帽，骑着宝宝蓝色系的机车上路了，大秀骑车技术，模样十分可爱。市长将影片 PO 在自己的 IG 上，表示最怕看不见你的车尾灯。短短大约20秒钟的影片，引来许多网友逗趣留言。虽然市长与黄杰年龄有点差距，但还是配合黄杰的风格，展现市长年轻有活力的一面。他有那个条件呢，我们这个这种阿伯就没有那种本钱了，我们是比较羡慕他了哈。不过我想他因为他年轻，然后有活力哈。本身也很客气，亲和力也相当的不错啊。那我相信，选举就是一步一脚印了哈。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，可能就要另外用其他的方式来宣传了。我是羡慕。陈其迈不止骑上机车替黄杰宣传，也在黄杰的竞选总部与多位议员手拿黄杰挡泥板力挺，现场气氛相当热闹，让陈其迈市长玩性大发，忍不住跟黄杰人形立牌大比爱心，甚至戳鼻孔，让黄杰本尊在一旁哭笑不得。欢迎大家挂上我的挡泥板。黄杰这次推出的竞选商品不但创意十足，还很有趣，同时透过挡泥板借此呼吁大家重视交通安全，确保行车平安。记者苏万君、庄淑婷、李正道高雄报道。